是渔夫哈，阿舅伊是咱诶真青麦尾一个草来食好料诶。阿舅伊啥物人啊？我是台江富安乡的当属地东北的。哦是，阿啥即搭阮渔夫的草来食？我话做囡仔伫遮食。做囡仔伫遮食，食到会老。哦，伊就是为小三食到大，小学三年级食到大。啊，即搭是安怎？伊即搭哦，下早时啊关，下昼就出来卖，所以无放防腐剂啦。哦，所以是当天的啦。对，当天的。啊，你拢食，啊，你拢食到安尼，食到才会倒。好，安尼来一百，啊，叫白吗？叫白，叫白啦。这个叫什么名？渔夫拉拉蛇啦！哎呀，当属电话，你要叫委员长，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对吧？开会呢？不是，哎，你还没歇呢？我还没歇哦。你这样子还没歇啊？啊，这是高雄人。这通高雄人拢知吗？我说阿姨爱拜我姑啦，伊来委员爱拜我姑啦，可怜咯。啊，阿姨爱去地方去开会呢。啊，这东西嘛，好啦，这生意咧无业啦。哈哈哈！对，我嘛托我叫一叫一叫一样。哦哦哦。啊，你唔要紧啦，五个尔，加五分尔，五分好啦。你咧用花费啊？是啦，花费。对啊，花费。花费一只吼。对啊。啊，这无分是人个哦。哈哈，咱是要当个什么时阵？好安尼，两个做伙食，感情较袂上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安尼，好啊。哦，看人家好，看人家怪怪呢。哈哈哈哈哈。